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3日，大家下午好。今天的社区会议，红彩有事，他上不来了，我们先开始吧。今天的那个议题，主要有两个，先是强项，要不强项你先共享一下。行，我给我投一下啊，稍等。嗯，好的。能看到吗？嗯，可以的。行。然后那个，这个议题。我记得之前是不是聊过？记不太清了。就是我们这边有个需求，就是它有一些子集群，它比较特殊嘛，就是它在传播，在控制面，就干嘛的控制面去传播这个资源到该集群的时候，它有一些字段是需要不变的。然后那就是它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前提，就是可以通过 interpret over hook 的 return 去。就完成这个事儿，但是有个前提是，我必须先知道这个资源是从哪个群传过来的，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判断出来要不要对它做 return 的动作，就这么个事儿。哎，为什么一定要集群信息啊？就是它哪个集群不一样，它的那个保留的字段还会不一样，是吗？对，其实我们这个集群是比较特殊集群，它是一个那种在离线一个同步的一个集群，就是。它的那个在线的那些实例，它是不受 command 控制面控制的，就是我只管理版本，但是它的那个实例就是是子集群自己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控制器去控制的，所以在联邦层面是不允许把这个副本给它去覆盖的，所以我们需要它保持不变。就是它之前是几就是几，它是零也是零。如果它是扩容扩的几个，它就是几个这样。对，不然的话，它控制面，比方说，我即使这个服务，资源传播过去了，我在控制面给它是，它肯定是一般是我不给任何的话，它都是零嘛。也可以容许传这种副本是为零的，为零的 workload 嘛。现在看到传过去之后，它就变成零了，对，这给覆盖了，这肯定也是不太行的。对，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内容，然后下面的话的一个，之前提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就是加 notation 的一个注解，这样子去实现这个需求。但下面那个红才看之前有提过一个问题，我没太明白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的担忧点是什么？没太 sense 到他这个点是什么意思。我理解他可能出发点一个是就是想了解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就是 your story 是什么。另外可能就是可能这个主要的吧。另外可能就是说这个加这个够不够？就加一个这个 annotation，能不能满足，就更多的这种场景，类似的场景。那这个 annotation 它是加到那个发到成员集群上面的那个资源了，是吗？对，是的，是 workload 里面的。那也就是在如果加的话，阶段是在那个。execution control 里面下发的过程中，把它对应的这个信息给它加到，还是我们在产生 work 的时候就已经要把这个带上了？这应该是在那个，他在执行这，我看一下，之前新燕提过一个 PR，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在 execution 的那个位置加的，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在，是在创建 worker 的时候加的，就是创建 worker 的时候创建会把 worker 这的时候加个的是吧？annotation 合并到对，是，worker 里面。对，创建 worker 的时候加的。
我靠，那真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的，那下面后面可以让彩哥再看一下这个，我催他也看一下这个东对西。对对，就是有什么疑问看法，这个能不能再推进一下？就是，对对是对是，对，对，没我也关感系，觉这个比较合理，就是之前我记得是谁提了一个，就是他想暂停 worker，但是暂停 worker 只对部分暂停，好像也需要一个来指明，当前这个资源在哪个成员集群。如果暂停 worker 的话，怎么能用到这个信息呢？我最近也在看那个暂停的那个东西，暂停 worker 啥意思？就是不传播是吗？就对，worker 里面东西，就 worker 里面的 worker 那个 manifest 内容不往自己去传播是吗？是啥意就思？是他可以先等会儿再传播，就是等一段周期再传播。那他怎么根据这个，就是我们加的这个集群信息来做暂停呢？当时不是有人就说他是想，根据不同的集群来分布的执行嘛，就是可能对某个集群的执行的步骤是不一样的。我不记得这个 issue 在哪里了，你可以找一下，就是，是不是跟那个携程的小伙伴聊过的？我不太记得了，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那个也是在那个我们现在那个解释器里面，就是那个return 里面加一个，当时是说想加一个值，但是最后讨论下来其实加一个注解，其实对，还。对，其实之前也有另外一种解决思路，这是加 rotation 是一种，第二种是就在 retain 的那个地方，当时我也提过这个内容，就是在 retain 那个地方加个字段，就 retain 现在不是只有 old 和那个 new 的那个 object 是，嘛，对吧？就这个，对吧？然后现在是之前是想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字段，但是因为会破坏以前的 API，所以那个是没有通过的。也就是在这个里面，retain 的这个接口里面，就把集群信息给它带下去，对吧？对对对对，之前是最早是这么想的，他后来就是这样，可能会破坏性比较强嘛，就可能不太兼容，所以就是想着说，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去做这个事儿。我其实青岩刚才说了一下那个，我感觉，特别想知道他是怎么能介入暂停的，就。哎，我记得是谁说的，我忘记了。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接口里面都是缺少集群信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解释器里面是没有集群信息的。哎，当时是谁说来着？就是想有集群的信息，他才能知道这个资源在，处于哪一步了。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我也忘记是哪个 issue 了，可能得找一找。那我们是加在 worker 里面好，还是说直接在下发的时候给他，就是说在下发的阶段给他加到那个成员群资源里面会好一点呢？因为 worker 本身它就其实应该也带上了那个集群信息啊。对，这个得看一下，就是主要是这样，主要是看这个 retain 的这个 interpret web hook 这个地方它是在哪一步做的。它如果是在那个 execution 的之前做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是在 work 生成跟 execution 执行之间的话，那可能就得注意一下了，就得那这个，个对，我主要是要保证这个。集群信就是息加完之后，retain 还没有被执行呢。对就是加到 workload 里面，就是可以穿透到所有的这个解释器里面，它都能识别到。加到 worker 里面的话，加到 worker 本身的话，其实可能就只有部分执行了，因为有些这个 interpreter 它是在不同的地方执行，可能是获取不到 worker 本身的。那也就是说，要加到 worker 里面的那个资源模板。上面，也就是那个 spec 里面的那个，workload，那个 workload 对，上面是吧？对的，就对那的。个 manifest 那个字段里面的那个 annotation 里面。对的。我刚才看了个 issue，他本人可能没上4845，晨晨四你八可四以五。打开稍微看一下，我感觉。看。有点关系，但是他是那个是 revise，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issue 能不能也把这个也解决了。revise 是吧？revise，对，其实对也是，这个东西也应该是也是可哦，以解决的，就是你它加是到这个资源调库。的这个外部 hook 是吧？revise 这对个，对对，它也是需要那个汲取名 class 的称，信息是吧？class 啊，name，对，所以可能得对，需要一个比较通用一点的。是，那，我们 revise 可的以。话，revise，哎，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加的那个 worker 对象生成里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对吧？如果你只加那个 retain 的那个地方的话，那其他结果也得加呀。如果他有这种需求的，那可能就不通用了。对，对，所以我也我觉可得是能。加到那个资源模板里面是比较合理的，这样所有的这个都能解析到。你说资源模板就是 work 那个资源模板，不是本身的那个资源模板是吧？对，就 work，对，就 work。就是 worker 里面那个 workload 那 manifest 那个，那可以，对，这个新那燕这样已经提过一个 PR，可以看一看它这个实现，这个执行，对，这个可行，以再测一测下看来，看行。让我 CC 彩哥看一看，让他我们推一下这个。然后刚才485这个 issue，你可以OK，再瞅一眼，我们看能不能顺便也解决掉它。我理解四好像，八四五是吧？啊，对，就你刚打开的这个485，刚刚打开这个，哇，这个提一下我就想。可以。行，那再看一看，然后推一下这个 PR，推一下看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还有题。个我们放 annotate 还是放 label，这个我们是怎么决定的？哎，这个，我就是对，放对，肯定是要放 annotation，annotation，因为放 label 的话，那个 class name 我们之前不是遇到个问题嘛，就是资源的名称是可以超长，但是 label 的名称只能63个，所以我们他如说，果这里要引入集群的名称的话，肯定是要放在 annotation 里面去。就集群名称有可能会超长，对吧？对的，对的。好的，好的，好，OK，行。那我的这些内容啊好，那我们，OK，下一那我先个，结束了，好，下一好，个是新燕的，新燕你要不来共享一下？好的，好的，新我燕，共享一下。就是我这次共享主要是想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PP 里面呢，就是比如要写 PP 的话，只能是写那种静态的资源，就是比如我们给哪一个资源加什么值去改它的什么值，那个值这本 OP 身的话，吧，这是。就加 OP，OP，它只能是这个 override policy，这个只能是静态的值，比如我们给 label 加上什么什么值，等等去修改什么值，它只能是静态的一个具体的值，这就比是。较受限了。比如我们可能需要动态的去解析这个资源上一些重复的值，一是有重复的值，我们可以从模板上取，就是比如我们想根据这个资源上的某些字段来截取一些字段，加到些什么地方来，就是这种有点业务逻辑的这样的情况下，就我们 OP 就很难支持了。那他这个你说取的这个值是从 OP 本身取吗？就是。是从对象，就是比如我们选择的这个资源模板，就作用的那个对象是吗？对，这里我觉得可以讨论。目前我觉得是从资源对象就选择的这个资源上面去取这个，比如取代表，比如 self 代表这个选中的这个资源，哎，就这样引入一种动态的这种信息。那我们这里命中的这个 resource selector 是一个，我看是一个，就切片嘛，就可以选多个嘛。那它这种的话，怎么匹配啊？就是看一下我 OP 的那个，
就这个 resource selector 我们不是可以选多个嘛？那就是说生效的是命中哪一个，然后选哪个的那个，那以那个资源对象作为资源模板作为截取字段的那个实体吗？对对对，就是这个这里没有。可能就是，如果你要写这种语法，可能就要限制一下它这个选取的范围了，或者是这个层级可能要变化一下，就是像这个 CEL 这个语法本身，它是可以在不同的层级下面，就是不同的层级去写，所以我们感觉可能就是这个self 可能要限制一下，就是选取的资源的个数，但。主要还是想这个思路想讨论一下这个合不合理，这就个是具体的这我个也是。细节还没有很清晰，但是就是想引入类似于这种可以的这种写一点这个逻辑的这样子的对，语法进带来，逻辑的这个，对，我对大对概对对。也看到了这个，还有是。那个，我打断一下，就这个地方那个 expression 下面，它是下面那个例子里面，那个 label overrider 里面，它那个 expression 是一个什么意思？是个正则吗？是一个，这个吗？是这是一个这啊。个，目前就是这个 issue 里面写的是一个叫做这个 CEL 的这个语法表达式，就是相当于这个语法表达式会去解析，这个 nginx label 下面的这个 env 将它取出来复制给这个变量。Nginx 点 label，你的意思是那个 self 是一个外部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是 self 代表的含义是啥？就代表的是选中了这个资源，就这边的资源。我目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目前我认为，因为我们想要更这个更灵活，肯定是要这个资源上的这个资源肯定更丰富，不能是这个 OP 本身的这个 label，因为 OP 的本身的 label 可能就不是固定值，肯定是要取选中的这个资源上的 label。行，我看那个就是提议书的这个小伙伴，他还之前还提了一个议书是吧？应该是两个议书吧。他对。那个一开始指的那个好像就是 OP 本身，就是在 OP 里面加一些那个变量一样的东西。对，但是对这，所以我把这个拆开来了嘛，就是这里只是重复的，在这里定义重复的值，但这里定义重复的其实和本质它是固定值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想是是引入一些，比如我这里说的引入一些 Lua 脚本或者是这种 CEL 的语法来动态的解析，而不是最原始它这个体验固定还是固定值，只是把重复的值抽取上来。理解。就像这样，就是类似于写一点这种表达式，来复制值。哎，你们现在有这个，有这么就是做这个相应的尝试吗？还是说就是我想有这样们的能力？在很久之前，我们就是部署 Kimada 有个用 Kimada 的这个人就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说了这样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OP 只是静态的，然后他举了个例子，就是像 Istio 里面很多那种配置信息都是可以写模板语法来动态生成，他这个语法所以就是也是 CEL 吗？还是？他，我对 Istio 不太熟悉，他就跟我说了他们是可以动态生成，因为他要想去覆盖一些值的话，加一些值，他要对。不同还这些资源都得写同样的东西，就是很复杂，就是写的东西太多了。对，我看到你也说有 Lua 和 CEL，我们这两个是不是可以拆开来讲来说？感觉就是，Lua 可能就是像这个提出的这个小伙伴说的，Lua 的难度确实是会比较高一点。对，然后我为什么说 Lua 也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解第一释次器里面见那支个。持，对，支持 Lua 的这个定义，所以我就想我们。一个项目里面就引入一种这种脚本语言就行了。如果再另外一种，就是学，可能学习范围就更广了，就是同样的东西，又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解释。对，但是它本身 C 呀这个东西在 K8 里面也用的比较多嘛，可能如果用过来，我理解可能用户学习起来成本其实也没那么高。对。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思引入这种动态的思路，大家看是否合适。会上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这个主要看，这个场景能不能覆盖全吧。就是像现在这种，那个直接那个用 Object 里面的那个。我看这个下面的例子都是通过 Object 里面的那个字段去判断它那个 value 值是多少，是吧？或者要不要给它赋这个 label 或者变量，这种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依赖呢？除了对象本身。等一下，你是说这个可能对象本身不够是这样吗？还是对。什么意思？对，它就限制住了嘛，就是我这个只有我对象本身里面的那些字段的那个字段能够区分出它的这个 value 值或者要不要加这些内容，才能有这个逻辑。是如果它依赖一些其他的呢，那是不是就做不了了？对，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我理解可能还是按照就是。用户想表达或者想计算的那个难度的一个行为，可能来定义的。就像我们之前解析里面，Lua 可能执行的也是它本身。如果它想获取其他对象，它也拿不到，也不太好扩展了，就有一定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我们这个要不继续还是在这个艺术下面讨论吧，然后，我也跟彩哥说一下，让他加入到这个讨论里面来，都看一下。然后就是如果这个合理的话，我想如果觉得这个可以做的话，就是想在这个开源之下里面把这个加到这个议题里面。我们对对。看之下，可能这周六就结束了。我们要不下来再找个时间，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作为看之下项目的一个可行性和一个项目难度的一个设定，怎么样？可以啊。会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对这个医生。就这个这个问题我是就后半程加进来听到的，对，然后就刚刚就有说到，就是说会感觉到比如说 Excel 的这个例子实现的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嘛，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提供一些类似于全局的 API，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就是在给它去做一些 Lua 的全局对象扩展。这些扩展的实现可能是底层有些 Meta 去实现，实际上用户在去调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他可能是调 Kamada 点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其实这个点的方法是在 Kamada 内部去实现的，或者是在这个 Lua 的解释器上去完成的，这个会不会有可能就把这个功能就是做得更强大一些？你说的这个 Kamada 点就是类似于这个 self 的这个，作用的对象是谁？但是这个对对，Kamada 的话就变成，对，我懂你的意思。其实你这个思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好像 Kamada 里面本身现在就是有一个那种，就是在 Lua 里面帮写了个 Lua 库，然后可以在里面
什么 Kimada 点什么点出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 Kimada 自己内部实现的。对对对，就我是的，是的，我想那表达内是部这实个。现，有这样的例子吗？有的有的，但我忘记在哪儿了，就是那个Lua，哎，那个 Lua 的目录在哪儿来着？这个，就比如像这个库，这个它就写了个 Lua 这个 Kubernetes 的这个库，然后它就会，对，就是什么点儿库这个 KUBE，它就可以调这个函进入到这个函数里面来，是由这个就像这是种。对我们在 Commander 内部提供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可以供 Lua 这边来调用的这一些，像这个三方库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对吧？哎，那我们如果最后这个同学，不我不知用。道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就这是样。的，是的，是的。那我们这必须限定我们用 Lua 吗？又比如说像用 CL 可以吗？这个可能这我个感我也。觉会和语言有一些关联了，因为不同的语言它可能暴露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感觉这个感觉好大呀！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点上，我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里面写的这些，不管是 CE 还是 Lua 脚本的这些，就会考虑它这些就是脚本本身的一个安全性，还有就是语法正确性的一个校验嘛，因为比如说像 Lua 的实现。它这部分的实现，无论是你定义函数还是解释执行的过程，它都是放在 YAML 里面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 YAML 的一个string 的一个 block。那它这个就用户去用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就比较容易去写错，或者是不是可能又需要去引入一些额外的 ASP 的一些实现来帮助它去比如说做一些脚本的高亮，或者是做一些语法提分。所以这部分可能。会对它实际使用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我有点没理解，可以再说吧。就是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就是，比如写这个 Lua 的时候，这个 Lua 都是一些字符串儿，然后用户对。写起来可能就写错了，就是可能就是写起来多了个空格，多了个什么封号之类的，就导致他没办法执行，最后提交之后可能就报错，很难排查。是的，是的，嗯，因为对，就。我之前就是在那个 Kubernetes 那个项目里面，他们用的那个语法是一个叫 CUE 的一个语法，就是我感觉放在 YAML 里面去写，就是我感觉会比较痛苦，如果没有一些提示或者说就是有一个办法来帮助我快速去排查它的问题的话，对。对，明他白那你的意个，思，就是在 Kimada 里面，就是那个 C Lua，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有用，我们也提供了那个一个命令行来帮你，对，command CTL interpret，对，来帮你解析明这个白，YAML 里的语法对不对？对，但他对写起来可能，就是能告诉你。能给你执行一遍，但是你写的过程中，是不是，其实还是不能告诉你，立马给你反馈说是哪个地方写的不对，这个做不那到。它这个就是目前实现的这个功能，是不是类似于帮我去 dry run 一下，可能会对里面如包含 Lua 脚本的那一小段，就是甚至帮我跑一下，但是它没法就是在写的时候实时给一些反馈或者一些校验什是么。的。是是的。的，是这样的。对，所以在这个 OP 里面，我就想，刚刚我提一下用这个 Lua，就是用这个 Lua，我们现在有一些经验。像这个 CL 的话，虽然 K8 现在很常用了，我看其他项目也在大量的引入
C 要表达是，来做一些额外的逻辑处理，但我们现在好像还没什么经验。那心眼，如果就是作为科研这样的题目，你是觉得推，你建议推哪个呢？可能就 Lua 是。简单一些吧，Lua 要简单一些，然后这个 C 要可能要复杂一点，就像刚刚同学说的，如果我们要引入一些额外的库，一些第三方库来实现的话，可能C 我不知道是这种。如果用 Lua 的话，我们现在就有样例嘛，可以简化操作，照着 Ctrl+C、Ctrl+V 来实现。那就是 CL，其实如果要实现的话，还是就是不知道它的难度有多大，是吧？对的。哎，文江，你还有什么要？有意见或者建议吧。没有没有，我暂时只想到刚刚上面2点。然后另外的建议就是，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 Commander 那个有一个 CTR 里面有 interpret 那个，就是不是有可能，考虑一下，增加一些，类似于 LFP 的一些特性，就是这个，这个可能要下来想一下了，对。可以，你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然后提点反馈意见。OK，这个可以，我看看能不能就是，就是我用到这部分功能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它加一些 LSP 的一些提示？好的。那对，然后先我看，我这，对，你说。我看，比如像 C 里面他们就也在引入这种 CEL 表达式来做这种，这个数据的这个过滤，对，来，比如这个数据流来了，这个包来了，它会要不要过滤，要不要丢弃？现在也在引入一个实验的特性，就是用这个 CEL 表达式来做。就是这个 CEL 目前应该是其他项目都比较开始使用了，就是 Lua 的话，估计在云原生里面可能比较重吧，我不知道。相对于 CEL，我感觉确实，就是给感觉上来说，是 Lua 确实比较复杂一点。对的。哎，CEL 这个它我没看过，它应该我理解是用户填了那一串那一行之后，它会自动解析到对应的那个资源的那个值上面，大概是这样一个功能，是吧？不太是，你那个功能是非常标准的那种做校验的，像这种用法就是只是用这个 CL 语言来写的，就跟你说的那种在对象上面去加这个 CEL 表达式来做validation 做校验的话是另外一种用法啊。那我们用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用的话，我们是不是只能用到一种啊？不是用到 CEL 的全部那种能力？啥意思？就是我们用这个 CEL，我理解是不是只是用那个获取值的那个能力就够了呢？不知道我获有没取有说值，清楚。对，就是就我是我，就将一当它当成一个语言来做嘛，就是不是写在这对，种对象的注解上，让它生成那个准入准出的那个 web hook 那种用对对，法，不是那种啊，对。好吧，那我们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吧，行。可能最近这两天就，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座位，看一下题目合不合适。这个 CEL 的话是也不需要额外做解析是吧？你可以把它是原生支持。可能也要解析一下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写的这种字段里面，可能要加载它的这个 C 要运行时。也得解析一下是吧？也就是说，真正的交给 K8S 的也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字符串，不是这种表达式是吧？我理解是就的。是。
啊，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不？那要不我们就先这样。行，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